我是公关列车长，嗨，一八零九年九月十八号，那个台北站6:41，还是有点小紧张，开往基隆了，区间车，哦，差点来不及，我一定要搭这一班，然后就可以转那个最喜欢的那个1220次。还有基隆的2.5小号圈呢，耶！这下面可把当然都对我们打激光片。我的1204只有2.5小号圈的单杠跑板。哎呦，883、8842.5小号圈的单，二单停靠了。1204看基隆的。用883、8842.5小号圈的在基隆那停啊，那下面干嘛？咱们都坐电动大巨杠，领导拜拜。好，刚刚这里在哪？1204，还有基隆的2.5小号圈都在，还会暂停啊。用883、884，然后这边是，哎，这边是那个。这一次将北回香港树林的泰鲁格之江号，在，还有在停靠，谢谢各位，真的，拜拜。